More good news. Our book,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Buddha's Teaching, is circulating in China now. The Jonan Dharma volunteers have already donated this book to many 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S., includ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We're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is book has bee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Library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regulatory hurdles to jump in order to publish and circulate this book in China, but we made it. See the link below to check it out. If you are in China, you are welcome to borrow the book for free from these libraries. We will continue to donate this book to hundreds of libraries in China, and we will update the list and map of the libraries in this channel and on our website. Please check back regularly. The book is the fi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ouble translation of the Jonan Master Dobogpa's work.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want to buy the book or would like to read the book but can't afford it. We're happy to donate a copy to you. If you represent an institution and need a large quantity of copies, also let us know. Our entire purpose of existence is to give Dharma, so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初期大乘佛教时期，在般若经与华严经影响下的般若经系与根本中观派思想，注重从空的角度来谈心性，继承并发展部派佛教的心性说，将一切法由于自性空而称作清净，这样就将心性本净转而诠释为心性本极，心性思想从解脱论转为觉悟论。所谓空，是对一切法无自性的诠释，空性作为一切法的实相，被称为法性、法界、真如、自性涅槃等。在其后的发展中，此空性相对于变化的现象而言，被视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并与佛性相联系，是一切法共有之法性真如，为如来藏。这样，众生本具佛性的一切智慧德相的思想发展起来，在《央觉摩罗经》《大法鼓经》等许多经典中得到阐扬，特别是《大方等如来藏经》以九喻譬喻如来藏，强调凡性与佛性的一致。《大方等如来藏经》以佛现神变为开始，世尊于旃檀重阁正坐三昧而现神变，有千叶莲花大如车轮，其数无量，色香具足而未开敷，一切花内皆有化佛，一一莲花放无量光，一切莲花同时殊荣，佛神力故，须臾之间皆悉伪变，其诸花内一切化佛结跏趺坐，各放无数百千光明，见佛百千亿坐彼莲花藏。此神变表征了众生身中本应有佛，仅修持而得以显现，并举九种譬喻说明。如来藏在众生之中，就如同岩树中的蜂蜜，皮壳中的耕粮，不尽处的真金，贫家藏的珍宝，安罗果的果种，必会悟的金像，贫贱女所怀的贵子，铸模中的金像一样，外在的这种表现并不能影响内在本有的特性，以此来说明如来藏自性清净的表征。到底众生身中的如来藏是怎样的呢？《大
大方等如来藏经又说，一切众生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如来之见力无所谓，大法宝藏在其身内，彼如来藏清凉无热，大智慧聚，妙极泥环，名为如来因供等正觉，佛藏在身，众相具足。可见如来藏是众生身内本具的如来之见力无所谓的大智慧聚，也就是以妙极为特征的涅槃。简而言之，早期如来藏概念是借助有形体的譬喻发展出来，从本体及禅解的角度立说的。印度大乘佛教中期，瑜伽行派唯识思想兴起，并发展成为印度佛教史上最为严密的理论。瑜伽行派内部对心性浸染的不同论说，对如来藏思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进而使得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融合。真如法界被诠释为佛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以心性真如为如来藏，成立如来藏说，强调众生本具如来智慧。以心性如来藏为一切法之所依，成立本体说，以虚妄分别为杂染尘垢，建立解脱说，以一切法为心事的显现，立世境说，以种子为缘起的直接因，初步引入缘起说。其最大的变化在于从早期如来藏思想的以一切法共有之法性真如为如来藏，转至以心性真如为如来藏，这形成了如来藏思想的核心概念模式。究竟一圣宝性论、大圣庄严经论、佛性论、楞伽经、密严经等是体现这种思想融合的主要经论。在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中，将唯识学的缘起说引入其中，以熏习所成的习气种子为发生的直接原因，以心性如来藏为根本因而缘起万法，逐步构成如来藏思想的缘起说，至此形成了如来藏学说的基本形态。由于瑜伽行派的两支分别是心性本净与心性本染，如来藏思想受其影响而形成以本净论融摄本染论的心性模式。此阶段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是，通过强调心性如来藏为法性而非实体，淡化了早期如来藏经典中泛化的误会。具有代表性的印度大乘如来藏思想的经典一般认为是《大方等如来藏经》、《佛说不增不减经》以及《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这三部经典均继承了印度部派佛教心性本净的思想。《大方等如来藏经》从法身遍在的角度强调如来藏的所摄意，突出如来藏常住不变、本性清净不被染污、具备如来德相的特征。
如经中讲道，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皆加夫作俨然不动。善男子，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身中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得相备足，如我无异。一切众生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佛说不增不减经，从生佛一致的角度，利用如来藏将众生与佛的法身等同起来，突出众生必能得到解脱的终极目标。如经中说，此甚深意，乃是如来智慧境界，亦是如来心所行处。甚深意者，即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者，即是众生界，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如来藏者，即是法身。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则为如来藏作出明确的定义。如来法身，不离烦恼藏，名如来藏。此经的空义隐附真实章，从空智的角度，将如来藏分为空与不空两种。所谓的空如来藏，指心体平等，离性离相，能断除烦恼，故名为空。所谓不空如来藏，是说如来藏心具足无漏清净功德，无德不备，故名不空。这几部经典都是从心性的角度而立说，将成佛归因于如来藏，并且强调如来藏为众生心的本体，突出众生成佛的必然性。